好，那欢迎各位来参加大学之理念传统与现代的课程。那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就让我坐下来啊，我们开始来上课。好，那今天是这门课第一次上课。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如何分析大学之理念。那首先我来要介绍一下这一门课程。好，那首先再次祝贺各位成为台大的学生啊。在这样一个金融海啸气候反常诸多不顺的时代里面，各位能够在台大这样的环境来求学是可以说是很有福报啊，非常值得向各位道喜。古人讲啊，大学之道在民明德，各位同学要怎么样利用在台大这四年青春黄金的岁月，好好的来充实你自己，成为奠定你未来大学毕业以后迈向人生的康庄大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那这四年要如何来使用，首先就建立在你对大学是什么这一个根本而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深度的思考。好的，那首先我们来很快地介绍一下这门课程。这门课程的名称叫做大学之理念。我们从每个礼拜的礼拜一3:30到6:20，前面2个小时是我来讲课，最后1个小时就会分散每20个同学由一个 TA 来带领，在不同的小教室来进行讨论。讨论的内容是上一个礼拜的这个内容，特别是上一个礼拜所留下来的思考问题。那这门课作为本校通识课程，是隶属于历史思维世界文明的领域，这个所以我们是预定收168个同学，那么目前的状况是满载的。那首先呢，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教学团队以及这个的老师以及所有的 TA 跟大家认识一下。第一位郑淑娟老师啊。郑老师是另外一个大学的助理教授，那我特别情商他来帮忙，他不带讨论，他是负责这个跟带领所有的8位教学助理。第一位 TA 张玉民同学啊，张玉民是本校哲学研究所硕士班4年级啊。那么第二位陈盈瑞同学啊，陈盈瑞中文系博士班4年级。再来陈建南同学啊，陈建南中文系博士班4年级。郭义林同学啊，中文系硕士班4年级。那么杨志平同学，中文博士班2年级。好，肖世伟同学，历史硕士班2年级。那张晶晶同学，他因为今天有紧急的事情，今天请假，下个礼拜我再介绍给各位同学认识。最后一位梁伟贤同学，中文博士班4年级。那么各位选课的同学，应该在3月7号就定了嘛，对不对？3月7号定了以后，就会每20个同学就隶属一位这个教学助理来带领。好的，那我们这个再来，我介绍一下这一门课程。这一门课程主要的目的是要来探讨现代大学的起源、发展和现代的大学碰到的问题。那我们这一门课程也要分析当前这个大学社群里面的内部问题
以及大学社群与非学术社群，例如政治社群、经济社群、社会部门等等，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那么这个课程的最后面的部分呢，我们会探讨21世纪全球化时代大学的挑战与大学教育未来的新课题。那这门课程正如我刚才所讲我们的目标希望通过对大学这一个人类文明上面非常重要的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而带领各位同学对大学之理念进行非常严肃的这个思考。那我们这个课程的进度大概是这样，今天是一个导论，除了介绍课程介绍之外，那么我们就是要首先开宗明义来考虑如何分析大学的理念。那下礼拜是国定假日，接着3月7号我们要讲21世纪大学教育的新挑战与台大精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讲啊。这个台大精神是什么啊？台大除了5年500亿拿最多钱之外，有什么东西是台大最特别的地方，还值得考虑一下。那第三讲我们要从传统来讲起，讲头，所以我们就比较宏观地来讲整个东亚的儒家传统里面的人文精神和他对21世纪大学教育的启示。然后接着第四讲我们要讲传统书院的全人教育以及现代大学的建立。第五讲我们要讲这个欧美的大学发展的轨迹方向和它的问题，并且以欧美作为参照系来反观我们台湾，从明清时代到日据时代到战后的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那么4月11日第六讲跟4月18日第七讲，我们是要讲大学作为知识社群的内部问题以及这个外部问题。好的，那么在大学作为这个知识社群，我们就会涉及20世纪一些重要的学说例如这个在第六第七讲我们会涉及20世纪思想史最伟大的学者叫做以撒柏林 Isaiah Berlin 的学说，就什么叫做学术自由，什么叫做学术自主等等。那么比如说第五讲大学发展的轨迹，这和近代西方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我们就会从韦伯，就是 Max Weber 韦伯的对近代文明的理性化的发展的学说开始。好，那么再下去4月25号第八讲我们要讲大学作为一个政治组织那么大学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它的这个power 权力的问题要如何运作那么接着我们要讲大学它也是一个经济组织嘛比如说像台大这样子的这个家大业大台大这个它每年固定的这个经费就120亿上下，然后另一家到今年为止第一期5年500亿台大每年再拿30亿等等，它是一个经济组织没错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到了5月9号各位应该就有能力来讨论余兆忠前校长的 DVD 以及陈维昭校长回忆录然后就会指定几个同学起来报告大家来讨论等等。第十讲我们要讲大学与外面政治领域的关系第十一讲我们要讲大学与经济领域的这个关系那个台湾首富一不小心捐给台大120亿不过不是捐给学校，你要知道是捐给台大医院，而且是专门做癌症治疗这样子的。好，那么第十二讲我们要讲21世纪大学的理念、大学教育全球化的观点。最后一讲我们要讲20世纪大学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融合理论与方法，接着是期末考。好，那我们每一个礼拜大概讲课大约100分钟左右，
我们中间会下课啊，因为过去啊没有下课，那么这个同学啊这个上厕所不方便啊，那我们中间是从3:30开始嘛哈、啊，我们是到4:20我们会下课休息10分钟，所以整个讲课啊大概100分钟左右。我们每一个单元呢、啊，有讲课的内容，有思考问题，有阅读作业，有延伸阅读，然后下课休息时间有乐曲欣赏。主要是因为我有感于现代各级教育太突出人的生命三大部分里面的知这一块，而情谊教育啊，付之却如。那大学以前的各级教育基本上是下一级教育的升学补习班，那到了大学教育以后呢，基本上是开发你某一个知的能力，开发你一个特定能力，提高你在资本主义分工体系里面大学毕业以后的被利用价值，然后你在那些热门系所，台大热门科系毕业了以后，你就这个取得了，相对好的分工位置，啊，那于是呢，你例如你在台大电机系毕业，你又可以进入新竹科学园区最好台积电啊，张忠谋董事长分给你股票30张，那么你不久以后，你5年以后就可以在信义路买买的第一栋豪宅。于是开启了 Volvo 轿车去桃园地区违规设立高尔夫球场，跟无耻商人无耻政客及没有良心资本家打高尔夫球。是的啊，我们只突出知，但是呢我们没有管学生的生命的情谊的成长，所以从14楼的学生宿舍跳下来自杀啊，还有好多好多的悲剧。那我认为啊，这个乐教是非常重要的，在休息时间，我想啊，这个带领各位啊一起来欣赏音乐啊。所以各位一进这个教室就有小提琴音乐，要使你的整个这个教室的氛围改变，使你刚硬的心变成柔软的心，变你的心比较柔软以后呢，我们讲的学问才能够进入你的灵魂。这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荀子讲的口耳之学，口然后耳之学，然后背起来，那么这个照本宣科啊，就得到某一个分数，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个课程的教材，每一个单元，这个会指定教材，那么这些教材，应该我们的 TA 每一个礼拜。啊，都会把它挂在我们的 Cyber 网站，那你可以从我的个人网页里面呢、啊，这个也可以看到啊，各位可以进入我个人网页，点选开售课程，点选这一门课程，所有的 PowerPoint 所有的那个通通在里面，那我的个人著作中文书全文上网啊，你在我个人网页都可以看到。那么以下我列了许多的参考书，这些书在每一个单元偶尔都会出现，就是让各位啊先知道一下。那么好，再下去。那这门课程的成绩评量方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不考期中考，因为礼拜一的课啊碰到3个国定假日，因此我们这个不考期中考了。那么这个学期啊就要让各位写报告来代替期中考，但是期末考一定要考。那么这个期末考占50%，学期报告占20%。那学期报告等一下我再讲哈。那你每个礼拜的出席上课跟讨论是占30%。那么这一部分这讨论呢是由我们的 TA 这个打成绩做非常详细的记录。那因为这是一门有讨论的课程，因此这个。大概不可能说是选修了以后就散人，然后期末考的时候出现一次一不小心得到80分，大概不可能啊。所以呢，可能你要衡量一下啊。好的，那关于写报告，就是
你除了参加期末考之外，你还要交这个报告。那这个报告不必长啊，就是4000字左右就可以，就是差不多 A4 的纸，大概4张到5张就可以。可是你的题目必须和我们课程每一个礼拜后面我所列的思考问题有高度相关性啊，不是你随便写啊，而且也不能去网络乱抓啊，因为我会教我的研究助理一种特殊的称为无厘头搜寻法，那么这种搜寻法很容易可以抓到你是从哪里出来的啊，那你必须要跟我的题目完全相关，这样跟你上课啊就会完全配合。好，以上对课程的简介和说明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没有？好，有没有什么意见？好，没有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第一讲，如何分析大学之理念。要分析大学之理念，我们要先从21世纪大学教育的扩张与竞争的激烈化来开始讲起。各位都知道，上一波台湾的民主化的一个效果之一，就是使台湾成为全世界按照人口与大学的数目的比较的话，是大学数目，大学的占全人口比率最多的一个国家，不含军警院校。台湾的大学校校，大学院校一共有157所，那，这个实在非常的多。那其实呢，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20多年来，亚洲各国的高等教育啊，都快速扩张，其中尤其与中国大陆的发展最令人瞩目。2006年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中国大陆投入GDP 的 1.5% 在高等教育，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是非常的庞大，GDP 的 1.5 在高等教育已经是非常可观。那么1997年中国大陆的大学生总数是100万人，不含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这一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比台湾总人口还要多，达到2600多万。那这个只是指有大学二字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大学100万人，到2007年，你看看10年之间增加了5.5倍，550万人。那这个这是一个高等教育啊非常蓬勃发展，特别是亚洲啊非常蓬勃发展的时代。我们知道以中国大陆为例，今年是大陆颁布学位条例30周年。这30年来，中国大陆的一共授予博士学位335000个，硕士学位273万2000个，学士学位呢1830万人。那这个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在大陆啊，这个博士有347所大学，硕士有697所，学士有700多所。它的这个快速膨胀是一个非常令人注目的现象。中国大陆的这个大学生的初入学率啊，现在是23%，就是全体高中毕业生有23%可以进入大学。初入学率就是说不含将来退学或者共估或者怎么样的，那一些人一共有23%，这当然远低于高度开发国家，例如日本58%，英国59%，美国82%。但是因为大陆的人口啊，这个超过13亿嘛，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可观的。那我们再看印度啊，这个第二大，这个亚洲啊，另外一个中国跟日本之外，另外一个快速上升的一个经济体印度，预计到2020年，大学生初入学率要提高到12%到30%，也就是说换算成具体数据呢，就是未来10年印度会增加4000个
大学生。亚洲的大学一方面快速扩张，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又高度的普及。比如说每年的大学博览会，那么在台北，现在是分成台北、台中南部嘛，哈，这个多啊，人山人海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大学的普及化啊所带来的这个大学之间的竞争啊。好的，刚才给各位一点现场感，就是说高等教育在亚洲的快速的扩张啊，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明显的趋势。那我们来看这个2008年的统计，这个高等教育在学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啊，那么以南韩最高啊，占6.62%。那美国6%，中华民国是5.97%，那纽西兰跟澳洲啊也都将近6%，那特别是这个澳洲是高等教育输出的大国啊，这个国外来的留学生非常的多，也因为啊大学高度的普及，因此呢现代大学竞争啊就非常的激烈化，那。这个以我们台湾为例啊，那就是大学有这个15年500亿的学校，有一般的教学型的大学，教学型的大学争取的是叫做教学卓越计划啊，教学卓越计划基本上是千万计的，可是5年500亿的学校的校长是赌梭哈的啊，他们。那个都是几亿计的啊，一不小心30亿啊之类的这样子啊，那么也竞争非常的激烈，那么因此啊，我们就看到现在啊，世界各国啊就发展出了好几套大学评鉴的这个机制，因为上什么学校，这可以，这个从决定你将来的就业前途，到决定你未来。在社会阶级上面属于哪一个阶级，因为大学上大学是一个翻身的手段，翻身的这个三级贫富之子可以啊成为社会蛋糕，经由这一个大学教育，三级贫富之子可以成为社会蛋糕的上层乳酪阶级，是的啊，所以呢，因此啊，这个大学的排名怎么样，就各大学的师生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现在有好几套排名的机制，比如说英国有《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那么高等教育增刊的排名，除了硬指标之外，还有一个软指标。硬指标就是说你的科学研究的论文有多少。那一类的指标，那么软指标就是指你的声望怎么样，那么他对全世界的学者还有政商领袖发出数千份的问卷，然后由他们凭印象啊，说某某大学他觉得是极好好一般啊等等，这样这种印象分数，那么根据这样的泰晤士报的评鉴机制，台大在2009年排名全球95，香港大24，香港中文大学46，这是这个全台湾第一所进入全球百大的学校。那么另外一套呢是美国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这个排名系统，另外一套呢是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排行榜。根据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海峡两岸这个排名第一的是台大啊，因为它是硬指标，它是 Science Nature 这两大科学顶尖期刊发表的论文数，诺贝尔毕业生里面获得诺贝尔奖者啊，这一些硬指标，那台大是第一。那么台湾呢也不落人后，有台湾财团法人高等教育
评鉴中心正在发展这个一套大学评鉴的指标。我们来请出本校校长，来到现场来讲一讲。好极了，三到八年啊，这个第五年完成了哦，总算对这个国家啊，特别对立法院有交代了啊，所以下一期5年500亿台大应该要特别再加一点钱啊，可是呢，各位同学呀、现行啊，世界各国的大学评鉴制度啊，其实它蕴含着好多的问题。评鉴当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大学太多啊，因为学士多如果，硕士博士满街走啊，这几乎是这个海峡两岸共同的这个现象嘛，是太多了，大学生太多了。有国内有人有一种讲法，说大学高中化，那么硕士呢，这个大学化，那博士呢硕士化啊，确实是如此，也因此大学是需要评鉴。不过问题呢，这个大学的评鉴啊，常常注重量化的指标，而忽略了本质内涵啊。只问老师学生发表了多少论文啊，这个创发了什么知识，没有问老师学生是否在这个大学社群里面经由教学活动而得到一种生命的意义感与道德的幸福感，这是现代大学不问的问题呀。所以呢，这个评鉴的问题啊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呢，这个学界政治啊，就是来评鉴的人，他并不是，他也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的产物，因此呢，这个所谓 academic politics 的介入啊，是一个难以避免的一个现象。另外，国家形象也非常的重要，例如以英国《泰晤士报》的排行的评鉴标准，那么那种50%的印象分数，就非常有利于正在崛起中的世界性的大国的首都作为校名的学校，例如北京大学，就窜升的非常的快啊，等等。那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归大学之理念，从这里也可以说明我们这一门课程啊，设计这门课程的用意以及这一门课程的重要。那我们，可是呢，讲到大学之理念呢、它和大学的实践是处于一种辩证发展的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啊，大学啊的理念啊，与大学的实践，两者是不能分割的。可是呢，两者又互为紧张。例如，大学的理念，我们都知道，大学是人格培养的场所。啊，大学不是经济部北区职业训练中心，啊，不是嘛？啊，当然不是嘛。哎呀，所以呢，可是人格教育不能当饭吃啊，对不对 ？OK， 我进大学总是要学得某一种能力，具有这个能力，使我不成为社会的负担。我在大学毕业后，至少可以养活我自己嘛，啊。由此可见，这个理念呢、与实践之间呢、它不是切割的，它是一个辩证性的关系。啊，再说，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大学到底是一个国家的教育基地，特别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的守护神，还是大学是地球村的大学？这个值得考虑。我们看到我国5年500亿以后，教育部一直压着台城青椒这种学校要用英语授课啊，因为我国少子化非常的严重，后段班的大学啊，即将这个沉船，于是该那种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纷纷跳船啊。那少子化很严重嘛，那么必须呢要尽量啊招收外国学生嘛，
OK， 好。那，这个到底啊，大学是一个地球村的成员，还是一个国家的？你看本校英文名称叫做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嘛，前面有一个 National 嘛，对不对？是国家的，还是 Global 的？它不是叫做 Global Taiwan University 啊，对不对啊？那这两者之间的均衡点到底在哪里？在理念上，大学是一个道德的社区，是的。可是实践上，大学常常是资本主义社会分工体系下的知识研发工厂。大学师生的知识创新常常经由该校的创新育成中心而留给资本，很快速的流到资本家去量产进入市场。在大学里面，凡是他们那种知识具有市场价值的师生走路都有风。那大学里面你看到一个老师或者一个学生走路垂头丧气，问他什么系？历史系啊，不然哲学系啊，中文系已经毕业了，因为中国崛起，很多人要学中国化啊，中文系毕业了啊。大学到底是一个所谓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场所，还是大学是资本主义的研发工厂啊？每年啊，资本主义的大厂啊各大科学园区不是都来本校啊那个吗，招募啊新的那个高级劳工嘛啊，然后你看来，台大你什么系啊？财经系，扣扣看啊，这家也是哦啊，那这样哈，对，那这个到底是道德设计还是实践上是一个研发工厂？这个值得考虑啊，各位同学。好，那我们来看看实际上是怎么样啊？各位同学，以99学年度，就是现在刚刚过去这个学年度为例，我们来看，在台湾所有的大学生里面，你看看大学部哈，最多人读的呢是资管系、气管系、电机系。资工系，我一直找历史系，没有啊，你看看机械、财经、电子、护理、会计、国企，那你看看硕士班啊，硕士班啊，唯一有一个上榜的，那就是电机、资工、资管、气管、机械、中文啊，中文唯一上榜的文科的啊，因为他可以教外国人。你妈好，妈你好啊！我们这个早安啊，这样子哈。那、而这些外国人学了这些以后呢，就可以啊到北京、上海做生意啊。法律、电子啊、教育啊、经营管理，你看看这个吸引最多学生的系所的这个分布，你就可以看到大学的理念与实践之间。横除于一种落差，那么这两者的落差就造成了大学的理念与大学的实践的不可分割性以及创造性的紧张性。我们先讲不可分割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学的理念啊，同一方面来讲，它必须落实在实践之中，才能完成主体性的客体化以及大学理念的全部展现。这里的关键字叫做主体性的客体化，这一个黑格尔式的概念。什么叫做主体性的客体化呢？某一对情侣，告诉对方说，我爱你三个字，说的这个人就与对方建立了一个爱情主体性。可是这个爱情主体性不能只停留在理念的层次，它通常会转化成一个拥抱，乃至转化成一场婚姻，走入爱情的坟墓啊。那这个叫做主体性的客体化。 OK， 那大学的理念也是这样子的，大学的理念不能只停留在一个理念，它必须转化成具体的教学、研究、服务的行动嘛，这个叫主体性的课，这样啊，大学的理念才能够真正啊，这个全部展现。可是呢，一方面来讲，
大学的实践啊，如果没有理念的导引啊，一定会成为盲动主义啊。我们看到，很多大学理念不太清楚的这个学校啊，贴出好大的红布条，本校刚刚通过 ISO 9002验证。各位同学，你知道 ISO 9002是顾客导向的一种企业管理验证系统，所以当那个学校贴出这样的标签 的红布条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宣告他们是一个知识生产工厂，他们的学生是一种商品，就是说这个学生好用 啊的意思啊。那这样是大学的理念吗？是大学教育的目的吗？是的，那个大学的实践必须要有理念来导引啊，才不会走差了，才不会走偏了。好的，那再来，我说大学的理念和实践还有另外一层关系，这种关系我称为创造的紧张性。什么一种创造的紧张性是什么意思呢？大学的理念呢，从一方面来讲，它有它的理想性格，而大学的实践呢，常常有它的现实性的考虑。常常有他现实性的考虑，是的，那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嘛，理想与现实之间很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啊，那记得将近50年前，我高中毕业，以第一志愿考上台大历史系，乡下的亲朋好友都来恭喜，哦，考到台大呢。啊，什么嘿？历史嘿？哦，啊，你有没有看到了理念与实践的落差？你看看，哎呀，这个理念很好，可是遇到了实践，一定要考虑到现实性的问题嘛。啊，从那一个语调啊的上下，你可以看出了双方理念与实践的紧张关系嘛。第二点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实践这个具体经验呢，他又会反过来修正大学的理念的内涵。将来我们会在第5讲的左右会讲到欧美的大学发展的轨迹，我们 就以剑桥大学为例来讲好了。英国剑桥大学世界名校啊，起源于公元13世纪初啊，这个多少年。那么剑桥呢，原来啊，它是教会保护下的学校，就是它的经费全部都是来自教会。那它的教员必须是单身，结婚的人没有资格，在12、13世纪没有资格做剑桥大学教授，要单身，太厉害了。然后啊，那这个可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这个英国的国王啊，与这个罗马天主教有一个紧张嘛，因为他的婚姻不被承认，因此不被祝福，他另创 Anglican Church， 叫做英国国教。那么于是呢，他就啊，大力的补助剑桥牛津，那么这个让啊这两个最早期的学校脱离教会的掌控啊，变成国王的掌控。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发展的大学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呢，都会反过来修正大学理念的具体内涵。总而言之，大学的理念与大学的实践两者之间既不可分割而又互为紧张，这种辩证的关系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它获得了崭新的这个意义。那大学的理念与实践呢，我首先哈，刚才啊，从理论的立场分析这两者很复杂的这个既不可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关系。现在我们进一步啊来讲这个内部观点，从大学这个内部啊来看。大学它是一个 intellectual community， 是一个知识社群，啊，这个里面的住在这个大学里面的33000个学生，
2000个专任教授啊，是台大了哈，1500个兼任老师啊，都很有学问啊。那，它是一个知识社群，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哦，大学的网址是.edu 哦，不是.com。虽然在大学的实践上，例如国际企业系啊、财经、财务金融系啊、财经法律系都排名前面，而这个文史哲各系都是导若转乎郭破，壮者善而知四方。是的，那固然实践上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大学的网址是.edu， 不是.com。从大学内部啊的观点来讲啊，大学啊是人才人格培育的场所，它不是资本主义研发的工厂。从教育的目的来讲，大学啊应该是为了社会整体的福祉，而不只是为了个人，毕业以后提高它的被利用价值。啊，比如说你懂一个东西啊，那你的被利用价值比较高嘛。那为什么文史哲比较没有用呢？因为我们没有一种特殊能力嘛，啊，没有一种特殊能力，是的。那从大学内部，我们可以来解析这个大学理念要如何被思考呢？就大学内部，它有一个权力关系，啊，而且大学啊是非常的阶层分明的，很像宗教组织，有教皇、枢机主教、大主教。然后到教室啊，到最后的菜鸟那个神父这样子哈，还有一层的啊，大学里面啊，啊你从下面来算哈，这个有助理教授啊，那么你说将来啊各位我们各位 TA 啊，这个读完了博士，那就做流浪教师啦哈，就拖着那个旅行箱到各处去应征啊。然后好不容易啊，这个应征上的助理教授，助理教授要熬很多年，拼，然后发表一些，包括你自己都不想看的文章，啊，然后呢，不久以后啊，你就一不小心变成副教授，然后变成教授，然后变成特聘教授，然后变成讲座教授，变成特聘讲座教授，哦，发现上面，哎呦，金字塔那么远，啊，是的，他大学是一个非常程序分明的一种关系嘛。啊，那大学的行政组织更是这样子了啊。大学的领导人，各级领导人，他要怎么遴选，怎么任命？大学各级行政组织要如何建构？他要发挥什么功能？大学里面各单位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要怎么样互动？啊，这个也都是我们思考分析大学这个现象的非常重要的切入点。那么大学啊，它是一个经济组织，正如刚才我所讲，那么它的资源分配是由谁决定？啊，资源分配由谁决定？要如何决定？要经过什么程序才能决定？那大学内部资源分配与外部资源私部门有什么关系？啊，比如说5年500亿，每年得30亿，那这个30亿能不能除以33000个学生，每人就分了？不可以吗？啊，那不可以，你就要用这一个特别的预算，要怎么样使这个大学能够在教学、研究、服务各方面都提升上去？啊，这个就涉及资源的分配，资源的分配的理论基础在哪里？它的实务是如何来运作？这都是我们思考大学之理念的内部观点应该考虑的。那大学啊，从外部观点来讲啊，大学这一个现象啊，它不是象牙塔，它不是荷马的伊利亚德奥迪赛里面的莲花岛。奥迪赛 Odysseus 不是在特洛城的战争吗？完成了以后啊，他和他的那个士兵啊，被吹到莲花岛嘛，那里面的水果太好吃了啊，那这士兵啊上了岛以后啊，都忘记了他们的故乡伊萨卡啊。那大学啊不是忘忧谷啊，不是一个荷马笔下的这个莲花岛。大学与政治、经济、社会部门密切互动啊，那问题就来了。
大学与立法院到底什么关系？大学与教育部应该怎么样互动？大学和经济部门到底什么关系？大学与厂商要如何互动？啊，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哎，大学能不能有校办企业？啊，本校管理学院那些聪明的老师很多嘛，他们来经营。不过听说，听说那个对股票最有研究的教授进入股票市场通常败掉。能不能有校办企业？啊，那大学与社会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如果有选举的时候，那么那个选举人的标语跟旗帜能否进入大学校园？啊，大学生，能不能参加社会运动啊？例如红三军运动，啊，那大学与选举活动是什么关系？这是外部观点来分析大学之理念。那么，而刚才那些内部外部的观点，正是我们这一门课程整个学期要带领各位做深入思考的几个重大课题。那在21世纪。全球化脉络下的大学与大学教育，其实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面。正如曾经担任安娜堡密西根大学校长的 James Duderstadt 在他的一本书叫做《21世纪的大学》这本书里面所讲的那样，人类有历史以来，大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子的重要。是的，因为这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大学里面某一个教授或某一个硕博士生，任何一个研发成果都可以这个创造天文数字的财富啊。现代的大学不一样啊。那么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我们更要深入思考：大学是国家教育机构呢，还是全球资本主义研发工厂？大学是资产阶级后备部队的生产工厂，或者是大学是批判社会不公不义的社会的良心呢？大学教育是为了个人还是为了社会的福祉呢？大学要怎么样扮演民族文化守护者的角色呢？这个都是世界各国现代大学在全球化时代共同面临的十字路口的抉择。好，那我们刚才啊对这一门课做一点简介以后呢，还差不多了哈、哦，差不多了，我们呢、啊、休息10分钟，接着再下去。我们就要带领各位来很快的这个走过大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好，我们这个中间休息10分钟，谢谢大家。好，各位同学，请大家回座。刚才有同学问到，就是那一个学期的那个报告。应该在什么时候交来？那我和 TA 衡量一下时间，请各位在5月30号上课那一天交来。是不是要交纸本以及电子档？电子档哈、啊，就 email 进去，是某一个 TA 的那个还是 Cyber 网站？啊 ，email 进入本课程的 Cyber 网站啊，那么我们8位 TA 呢，会根据你是隶属于哪一个小组啊，然后来那个这个来分。那可是5月30上课的时候，你也列印一个纸本带来，这样比较不会有差错，因为有时候啊，这个传送的过程啊，怕有一点这个失误就不好。好的，我们接着刚才啊的一个宏观的分析大学的理念与实践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进入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大学发展的历史脉络。那关于这个部分，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观察，一个是从战后的世界史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个从战后台湾史这个立场来看。从二战结束以后，在随着市局的转变，高等教育啊、经过4个阶段的发展。第一个阶段是1945年二战结束到1960年代，那我们知道这一段时间是所谓战后婴儿潮
的时代。那么这个二战以后，大出生的大量的婴儿开始进入到了进入大学的阶段，所以这个时候高等教育啊的这个扩张与改革是它主要的发展方向，尤其是二战以后成为世界的霸权的美国，高等教育更是突飞猛进，不论是在量在值上面都是如此。在1960年代、我们知道这个石油的价格就是汽油啊非常的便宜啊，那个时候在美国读大学的年轻人一个暑假打工就可以这个撑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那这个那个时代的读博士的人，博士学位还没有拿到，已经有三个教职在等他。现在倒过来，拿到三个博士学位，还在做流浪教师啊，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啊！啊，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60年代到80年代，那么这个世界经历过了两次的石油危机啊，那么经济这个衰退，人才过剩。大学的经费萎缩啊，那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从80年代中期呀 到至今哈，应该是可以说是到这个公元2000年左右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由于二战以后这个世界各国大学的快速扩充啊，于是到了80年代以后呢，这个教育品质的提升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教育改革从80年代中期以后，教育改革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这个共同努力的一个新潮流。从德国、美国，那么日本，最后一波其实是台湾，那就是这个1994年到96年，成立部层级的与教育部平行的前行政院教育改革委员会，简称教改会，召集人是那个时候刚回到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先生。就是教育改革成为一个潮流，那么将来我们就会讲到，比如以台湾为例，这个教育改革的这个大的方向啊，是从精英啊走向了普及，从管制走向了自由啊，这个这些大的方向。那么进入21世纪以后呢，又不一样了。我们知道进入公元2000年以后，这个全球化的潮流席卷各地，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 know how 这个知识其本身呢、成为这个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于是呢，使大学啊就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那大学本身呢也改变了。我们看到，从世界史的立场来看，在19世纪的中叶，在纽曼大主教的笔下的大学，基本上就类似一个乡村。我首先讲纽曼这个人，纽曼这个人。他原来是英国国教的牧师，后来改宗信仰罗马天主教。那他在1879年，成为罗马天主教的枢机主教。他在信仰的立场上面基本上是比较保守的，他强调教会的权威。我们想到这个宗教改革，公元1517年，宗教改革的人物是谁？马丁路德，对不对？马丁路德在教皇前面这个演讲，他说我所讲的每一个字都是和圣经一致的啊。那比起来，这个 Newman 相对于马丁路德，你可以说 Newman 基本上是一个信仰的保守主义者。那么 Newman
是第一个以大学之理念写一本书的人。在他比较的大学基本上是一个乡村，那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师生的来源啊，基本上都是本地的人啊。那大学啊是一个道德的社区。可是到了20世纪的上半叶，在 Abraham Flexner 的笔下的大学基本上是一个城镇。 Flexner 这个人非常特别，他是20世纪上半叶北美医学教育改革之父。他用几年的时间调查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教育，写了一本书叫做 Flexner 报告 Flexner Report。 那么 Flexner Report 以后，美国与加拿大的医学教育从作为大学教育的医学教育改变为作为大学后的教育的医学教育，就是说要取得学士学位才可以申请进入 medical school 啊。那么这个 Flexner Report 对医学教育的改革，首先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实践，然后席卷整个北美，成为这个到现在的这个制度啊，就是要大学毕业够成熟啊，你才可以申请这个 medical school。 那么这个 Flexner 除了关心医学教育，他更关心通识教育。在他这个大事情做完以后，他曾经出任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大学通识教育委员会主席啊，这个兴起了美国的大学通识教育改革。后来任满了以后，担任加州大学系统，就是美国的加州大学共同有一个叫做 University System of California 啊，美国这个不是哦 UC Berkeley UC Los Angeles 啊，叫 UCLA 嘛哈 UC Davis UC Santa Barbara 等等，一个总校的总校长叫做这个 Clark 克，他这个那么繁忙的教育领导工作，他每年都有一本书出版，那很有见解啊。在他比较的大学啊，是作为一个都市，可是各位同学，到了21世纪以后，我觉得大学是一个 metropolitan， 是一个国际大都会，这自然就是由于全球化的趋势所影响的。我们甚至可以创造一个很怪的字啊。可以说呢，现在的不仅的大学不仅是 university， 它是 multiversity， 是的，现在的大学学生来自五湖四海，老师来自三山五岳啊，完全不一样了，各路英雄好汉啊，在顶尖大学里面呢，这个那个学生啊，还有红的、白的、黑的、半黑半白的都有是的啊，就是你知道教育部考核我们台城青椒这种学校有一个指标，就是那个你的外国学生增加数有多少。那以上呢，是从战后世界史的立场来讲，你看大学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变化，到今天大学就其实已经等于是一个国际大都会了。好，现在我们再换另外一个观点，从战后台湾史来看，战后台湾史来看呢，你就发现战后台湾教育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教育主体性的错置，错置就是 misplacedness， 可以说是教育主体性的错置。什么叫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其实不仅二战以后啦，不仅台湾光复以后，在日本统治时代，台湾的教育都是为了教育以外的目的而存在的。举个例子来讲，本校一进来就两排椰子树，那两排椰子树干什么呢？提醒该校的师生勿忘南洋，勿忘南洋。因为公元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的设立，就是为了配合日本帝国向南侵略的需要而设立的啊。那教育是为了教育以外的目的而存在。那比如说在1950年代呢？的教育是为了政治主体而存在啊。比如说1950年代以后在这个当时的政治环境里面
国家总目标是为了反共抗俄啊，那个战字写错了啊，为了反共抗俄。各级教育都是为了教育政治，为了政治主体而存在。当我们进入那一段历史的场景，好，刚才那一段影片啊，给各位一个历史的现场感，让各位感受到五零年代韩战以后，那么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一方面防止国府反攻大陆，一方面又阻隔了毛泽东血洗台湾。那么在那样的特殊情境里面，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一切的教育都是为了反攻抗俄这一个政治主体而存在。到了七十年代以后呢，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为了各级教育，又为了经济主体而存在啊。让我们看，好，刚才给各位这样一点历史感啊。七十年代以后，台湾经济这个突飞猛进，特别是1965年。第三期经济建设计划完成以后更是如此。那么那个时候各级教育包括大学教育都是为了经济主体而存在。我们知道从七十年代以后，各大学要设立什么系，设立什么研究所，就要由好几个部会跨部会审查，其中声音最大最有力量的是经建会代表啊。那么经建会代表如果说这个案子啊想要设立历史系，这个和国家经济建设没有关系，那你就败了啊。是的啊，一切都要为了经济建设而存在，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八零年代以后，我们知道这个高科技的发展成为台湾生存最重要的命脉。八十年代以后各级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为了科技主体而存在，其中作为代表的当然就是新竹科学园区。好，八十年代以后这个所谓 IC 产业啊，就是这个半导体产业啊，成为台湾的命脉啊。那么这个大学的系所的发展几乎都是为了这个科技主体而存在，特别是所谓行政院系导计划以后，那么大量的增加电机学门的教师员额啊，特别聚焦在 SOC 这个特定领域啊，叫做系统晶片设计这个特定领域。那这个发展趋势曾经使 SARS 那一年来台大毕业典礼致辞的国内某高科技厂商董事长这样讲，他说现在的大学生为什么毕业即失业呢？主要的根本原因就是大学的系所的设置没有配合国家产业的需要。因此他建议各大学的系所应该弹性调整，配合我国 IC 以及其他重要产业的发展而调整，这样的话大学生就不会毕业即失业。这样的论点从一个大企业的经营者的立场来讲是没有错的，因为大学不应该浪费资源，大学是为了国家建设而存在。可是从大学师生的立场来讲，特别从大学的理念的立场来讲，我们不禁要问教育的目的啊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一问，就令我们想起二十世纪上半叶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雅斯培·卡雅斯培斯，雅斯培，对教育问题发表了好多的这个看法。他强调大学里面沟通的重要性是探索理性重要的基础。那么他很多的教育理念和，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理念可以说是若合符节的。那就是主张教育的目的是以学生生命的成长为他的目的，教育一切的教育是为了教育主体之觉醒，为了学生这个主体是作为一个人的觉醒而存在，不是教育以外的目的，例如反攻大陆啊，例如经济发展，例如科技发展，不是这样的。那么
我们知道《论语》这一部经典一共有11076个字，《论语》这一部经典你一打开，第一个字就是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嘛，对不对？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嘛，是的。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南宋的朱子有这样的解释，他说学之为言觉也，学呢就是促进你的觉醒，使你能够做自己的主人。是的，学之为言觉也，实在太好了。那从这个从教育的目的来讲，战后台湾的教育啊是有很多的偏差。刚才啊我们啊是讲第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教育主体性的错置。现在我们进入战后台湾教育的第二个问题，那就是1987年台湾的快速民主化以及教育改革。这个1987啊，这里打错字，不是1989。1987年的7月啊，戒严令废除，这个历史意义是非常的深刻的。我们知道从1960年代经济发展以后，创造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已经在台湾已经成熟了，它就好像一个压力锅的戒严令废除啊，1987年呢、啊，7月戒严令的废除，就好像压力锅的锅盖一旦掀开，在压力锅里面那个已经煮的滚瓜烂熟的红豆汤啊，每一个都跳出来要证明他自己。这是从此以后台湾进入了多元主体觉醒的新时代，然后经过冲突冲撞啊，这个诸多的主体进入了一个并立的格局，而且呢人与人的关系，部门与部门的关系，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从过去的从属原则进入了并立原则。这是用这个已故哲学家牟中山先生的语言啊，这是所谓从属原则，就是过去某一个单一主体，例如教育主体，是服从于政治主体啊，经济主体。现在不是，现在是个东风吹战鼓擂，今日谁也不怕谁。是的，特别是这个蒋经国宣布解严以后呢，更是如此。这个民主化的潮流啊，让我们啊再进入历史的现场回顾一下。好。戒严令的废除是二战以后台湾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蒋经国选定Washington Post 的总编辑来访问他的机会，宣布当时坐在旁边担任英文秘书的就是现今总统马英九啊。那这个戒严令的废除使台湾进入了这个2000年来大中华社会里面第一次的民主化。但是1987以后台湾的民主化对教育啊，对大学啊冲击非常的大。410民间教育改革运动提出来最重要的口号就是要广设高中大学，再加上台湾的民主化，所有的立法委员民意代表通通要在他的选区要设立国立大学，已经达到了台湾每一个县市至少有一所国立大学之程度啊。那么曾经当年的国立中正大学还在拟议要设在哪里的时候，有一个立法院说，如果没有设在我的家乡，我就要在立法院切腹自杀啊。结果后来没有设在他的家乡，哎呦，看他也是吃得白白胖胖的啊。这个就是这个政治人物嘛哈。好，那么因为当时啊的这个民意代表的这个压力，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差不多从90年代以后有一波这个大学的升格潮，从专科改为技术学院，从技术学院改为科技大学，科技大学啊要改成综合大学啊。那这个94年李远哲以400年来第一个台湾人诺贝尔奖的光环，
来领导前行政院教育改革委员会 啊那么这个对于大学的民主化啊的这个可以说有推波助澜之功。当时李先生提出来的口号叫做教授治校的理念啊，那么直到今天所有的教授疲于奔命啊，就是呀、这个因为会议很多啊，疲于奔命就是与这个历史背景有关。那刚好几年前我国又通过一种法律叫做两性平权法，两性平权法就是所有的任何委员会，例如在大学里面的各种委员会，那么性别平等，要不同性别要各半。好，那台大没有问题。那像那种这个基本上是科技挂帅的那种大学，它里面女老师很少的，那怎么办？那要平等啊。好，于是那少数的女教授就疲于奔命，每天开会，以便啊符合性别平等法之规定啊。那么民主化对大学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它使大学的理念日趋模糊。这也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个课，经过这样严密的设计，要来带领各位思考大学这个非常重要的人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的这个原因。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呢就这个在今天讲课的基础上呢，提出一些结论性的看法。第一点，21世纪的大学里面的知识，一方面高度的分工，比如说各位同学读法律系，你还有还分组法学组啊，还分实务的，还有财经法律子组，财富的财，金银铜铁的金，哇，看到这种一定要念嘛，因为呢有财有金啊，财经法律组啊，那这个越分越细，那这自然是由于所谓知识的爆炸所带来的结果。可是我想提醒的是，在21世纪的大学里面呢，一方面知识分工、知识爆炸，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又走向一个知识的新整合，这是21世纪新趋势。而且呢，知识经济的来临，使现代大学师生所创造的新知识具有高附加价值。举例来讲，基因体定序的完成，可以说在未来会使制药产业完全翻两番。因为以后的这个制药产业不是生产一种人人都可以用的一种药，而是客制化的新药，因为根据你的基因体的状况，可以客制化的这个一种新的药品的出现是非常可能的。所以这我为什么预测说基因体定序的完成对制药产业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那么另外一个趋势，你看生命科学领域里面，不是，看电机学门里面，你看最热门的，现在全世界最热门的领域叫做 SOC 是 System on the Chip 的简称，那就是把电脑的一部分那么放入一颗晶片里面，这个晶片会包含各种电路，那么甚至跟生命科学结合 ，SOC 里面可以放入很多的你的生命讯息，就好像一个手表这样戴在手上。这个奈米化以及 SOC 这个的这一个分支领域的高度发展这个它也告诉了我们，21世纪是一个知识整合的一个新时代。为什么？比如说以 SOC 为例。它是结合了这个电机、资讯乃至未来的生命科学的各个不同的知识融为一炉而也之。另外一个例子呢，在生命科学领域里面，系统生物学的出现更是告诉我们，新知识在21世纪的大学里面
是从爆炸走向整合这一个趋势。这个 synthetic biology 它是结合了工程学、生物学等各个学门，是一个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学门。它这个 整合了分子生物学、基因体工程、资讯科学、统计学这个打错字、系统生物学、电子电机工程等等，而且未来有很大的发展。那么本校生命科学院啊的一个重点方向就是系统生物学嘛啊。好，那也因为是这样啊，因为它从分工走向整合啊，各位同学，我们就可以看到二十一世纪它是一个终身学习时代的来临。在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时代里面呢、啊，同一个职业里面新知识不断的增加，而且啊，不同的职业之间呢、啊、的流动啊也非常的频繁。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呢、啊，各位同学啊，我想提醒你的是，知识的整合与终身学习啊，终身学习就是你要有续航力嘛。啊，因为你在大学里面四年所学的专业知识、啊、快则三年，慢则五年，必成明日黄花。因此呢，所谓回流教育啊，就非常的重要。所谓回流教育就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一切呢，知识的整合以及终身学习啊，都是以你自己能够兴起心智，做你自己的主人呢、啊，作为它的核心的。在这样的一个二十一世纪新的大学教育潮流里面呢，通识教育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它是高度分工的现代大学里面知识分子永恒的乡愁。我用这样一个这个很令人感伤的名词，是一个永恒的乡愁。是的，远在两千年前，庄子的《霍学》写了一篇。纳入《庄子》这部书里面，叫做《天下篇》，啊，《天下篇》里面就讲啊，就道术将为天下列，背负百家之学，望而不返呢、啊，啊，那么，台湾大学文理法医工农生农嘛，哈、啊，那个农那个字，农那个字，过去招生啊，大学联考招生反正一直上不来，因为农那个字带衰，所以呢。就改成叫做生农学院啊，那个为了要其中一个系啊，为了使他的招生排行榜上来，于叫做他本来叫农业机械系嘛，啊，又农业又机械，非常的那个无趣嘛啊，他就改成生物产业机电学系，哇，太厉害了，生物产业机电哇都有了，是的，这个。越分越细，百家之学往而不返、啊、是的，远在1936年，民国25年，那个天才校长 Hutchinson， Robert Hutchinson， 他在29岁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一直做到二战结束1945年。那么 Hutchinson 任内这十多年，把芝加哥大学从一个地区性的大学变成一个世界顶尖大学，太厉害了啊！所以呢，这个大学找到有领导能力的人做校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哈钦森就是一个例子。哈钦森啊，在1936年那一本《美国的高等教育》那一个书里面呢、啊，他说他就感叹说，他的那个时代啊，美国的大学校园里面弥漫着一种反知识主义的氛围，因为呢。有各种学院里面，比如说以本校有100个系所，那么各个系所之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啊。大学啊，不仅啊是 two cultures， 是人文与理工，是两个不同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动物 啊是大学里面养了很多动物嘛，那些动物啊那个都不一样，而且动物的皮啊、毛啊、颜色通通不一样，那么互相不往来，这是哈钦森感叹的一种反知识主义，一种 anti-intellectualism。 那如何从 anti-intellectualism 里面走出来，
如何来克服我们大学师生知识分子永恒的乡愁呢？那么大学的理念的重新复活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展望现在国内外都是这样，在现代的大学校园里面，所谓大学之理念基本上是一个游魂啊，这个游魂它比流浪教师还惨，因为呢现代的人办大学是为了要拼全球百大，现代的人呢，现在的大学的老师基本上呢是 Science Citation Index 论文的生产工人啊，是 SCI 论文生产工人啊，那么大学啊获得特别的补助，例如5年500亿，然后呢大学的各级主管啊基本上啊就是调配大学的教，如果说我们说大学啊是一个养鸡场，那么那些老师就是养鸡场里面的鸡，那鸡啊都关得很紧嘛哈，为了生产能够节省那个生产成本嘛，所以每一只鸡都离得很近嘛，你看那个教授的研究室都很近。然后呢你看你去养鸡场看看那些鸡呢通常啊头上都没有毛，为什么？因为鸡啊关得太近，然后互相啄啊，那啄的都没有毛啊，然后鸡的这个饲料啊都经过调配的，好，比如说那个禽流感流行的时候，那个他吃的那个饲料就特别加那个防禽流感的药啊，这诸如此类。那谁来调配那种饲料呢？啊，国外就是教务长、研发长来调配饲料。然后那鸡一生出鸡蛋，啊，研发长马上冲去检查那个鸡蛋，有没有打 SCI？ 没有，这种蛋没有用，只能送给肯达基啊，或者是送给啊麦当劳啊。那这那一只鸡已经好久没有生产了，怪怪哦，6年条款，那一只鸡那么久没有生产，教务长去看一看，他为什么那一只鸡啊，艳艳的啊，快要挂掉的样子，那一只鸡啊，检查一下，不行的话要淘汰啊，卖给那个外面肯达基啊，各位同学啊，大学啊，在现代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研发工厂了，是的，不是吗？啊，是的。大学啊是一个有体无魂的稻草人啊，是正如一个流行的台语歌曲啊所唱的那样子啊，他是一个有体无魂的稻草人啊。各位同学，我们这一门课大学之理念就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21世纪现代大学校园里面，让我们互相勉励大学的师生从乡愁里面奋起，或让我们为大学的理念而招魂。你知道屈原的《楚辞》啊，不是有招魂吗？啊，招魂啊，这个all come back souls 啊，招魂嘛，让我们啊为大学的理念而招魂呢。19世纪德国诗人海涅，他在1831年以后移居法国巴黎，他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他说我们啊不能决定我们地理的故乡，因为你的父母亲把你生在台湾，那你只能勇敢爱台湾啊，因为你的故乡就在这里，你是地理的故乡，是你不能决定的。可是海涅告诉我们，我们虽然不能决定我们地理的故乡，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精神的故乡。是的，那这门课就是要带领各位这个展开一场精神的故乡的返乡之旅吧。今天的讲课我们有阅读作业，是我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大学的网址是.edu 不是.com 啊。那么这个文章全文我们的助理应该会去抓出来挂在这个 Cyber 教学网页上面。另外请各位这个礼拜回去以后，因为下个礼拜是国定假日，所以你有2个礼拜时间好好的读书思考，去上网找出大学法新修大学法条文，从头到尾把它读一遍思考一下啊。那还有也要读大学法施行细则，网址我都帮你找出来了啊。那么好，再下去，因为台大的学生很优秀，你如果行有余力，那我建议你
则以学文，行有余力呢，你可以读当代大师 Jürgen Habermas 的《大学之理念：学习的过程》这一篇重要的论文。那么你也可以这个找我的所编的一本书里面一篇文章《大学理念的持续与变迁》。不过这种延伸阅读啊，再下去都不是一定要的延伸阅读啊，各位可以读可以不读，不过最重要阅读作业你是一定要，你读完阅读作业以后请你思考一下，思考问题。好，第一个就是现行大学法，也就是民国1999年6月9日立法院修正以后的版本的条文，呈现什么样的大学之理念，请你引用具体条文来加以分析。第二个问题，现行大学法第8条和第15条、第16条可能存在什么紧张关系？为什么？请你分析一下。第三个就是现行大学法35条的优点缺点各在哪里？请你加以分析。下个礼拜5:30以后，我们各位同学就要分成8个组，由8个 TA 来带领，那讨论的就是这3大问题。所以你要思考，要阅读，要思考，要准备啊。那这个这样啊，你才会进步。另外讲到那个加退选的问题，等一下哈，我们的这个 TA 杨志平啊，这个学姐会做，当我离开了以后，你可以做说明啊。那今天是第一次上课，我再次表示感谢、感恩各位同学选修这一门课。因为在台湾大学33000多个学生，2000多个专任教授，每年开的课程超过10000门啊，不简单啊。那我们能够在这里相遇，在文学院会演讲厅相遇，我非常珍惜。我很希望这一个学期的课程能够对你知识的成长有帮助，对你生命的成长更有帮助。那么我希望你好好的这个跟随我一起来分析啊大学这里面，我们分析大学这里面，会涉及19世纪、20世纪很多中外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学说，所以这门课程啊，它其实是一个通贯性的、综合性的这个通识课程，我相信对你应该有帮助。因为第一次上课，让我们共同勉励，来一起听一首乐曲，乐曲的名字叫做《那天天空好晴朗》。我以再次感谢各位同学参加这一门课程，我会尽最大力量啊，帮助你，使你在这一个学期得到最大的成长啊，得到这个知识的成长与生命的成长。我们上课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那么现在请杨志平同学来报告一下，我们上课到这里，好，谢谢，好。